白烈，啊，我这个第三部，第三部分是不是少了一张？哦，在这儿忘了钉进去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啊，不是，这不是应该是动物实验中心的活吗？为啥让咱干？这是王工坚持的，机械数据他跟他的员工负责，但是手术记录必将送去质检，每台手术务必记录得清清楚楚，只有中病组他才信得过。看我干嘛呀？这是他的原话。这个王海明比我还较真儿，是吗？嗯，你们知道吗？主任昨天手术之后又没回去，这都好几天了，啥情况啊？嗯，主任，主任。对了，石艳阳的手术记录整理怎么样？啊，这个王海明把数据处理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拿着这些数据去药监局指定的质检机构去质检了。主任，你放心，在你的带领下，这个人工心脏的进程正在大步的、突飞猛进的推进着。老秦，干活的时候没你，这领工的时候倒是挺积极的啊。我怎么没干活？我监督你们不是干活，比我自己干活还累呢。等王海明的检测报告送过来，就一起送检吧。嗯，好嘞，你放心吧。不是，真不问问主任啥情况啊？你傻呀、啊？你缺心眼儿？你这个时候问，你没眼力见儿你？不是，主任，干活去。这个测试数据非常非常完美啊！按照现在这个进度，安心医疗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将会是国内同类产品中第一个上市的。我记得唐主任跟我说，存活超过60天的有8只实验羊。嗯，那为什么现在只有7台氧气呢？因为饲养员笨手笨脚，有一只感染了啊。我们只是叫它调大了人工心脏的流量，它结果把人工心脏给我关了，所以这台机器不具备测试价值，那就是8减1等于7，明白了吗？嗯那会不会是那台样机有问题了呢？什么问题？不是，你是来挑刺儿的吗？叫你来是帮忙的啊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叫你们过来帮忙，为什么只来了你一个人啊？别的人呢？医务处要打理整个医院，我哪能调那么多人过来帮你啊？我自己能够挤出时间过来，还不是因为……小山可以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那我呢，专门为你们的这个测试数据做了一个表格。把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数据都录入进去了，你看一下吧。欧阳处长，真不错呀、和您这个比，王工整理的可就太杂乱无章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一个表格能好到哪儿去啊？我不看，真是没有见识。都查完了吧？嗯。还有其他病人吗？没了，已经。那我出门诊了，一会儿手术是。哦。我跟那个小龙还有小波有个奔头。哎，我去门诊，江百烈陪我去吧。江百烈呢？啊，江百烈不在好一会儿呢。刚才查房的时候，有人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出去接电话了，应该有什么事儿。周达。哎，主任。ICU 10号床肺动脉高压那个，你要特别关注一下。知道了，主任。你们去忙吧。好。主任。江百烈，你干嘛去了？我能请一个小时的假吗？为什么请假？就是，实在是有点急事。你也知道我不怎么请假的，没办法了。去吧，回来之后直接到门诊找我。谢谢主任。你别动我的事，我现在回去行吗？
哪里不舒服？你是挂了我的号吗？于凤啊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，你是之前在我这看过病吗？你们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，她现在都已经怀孕了是吗？我不知道她怀孕。不知道她怀孕？我还在想该怎么自我介绍呢，他果然跟你提起过我，你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吗？赵太太，稍等啊。你好，我这是心外三诊室，麻烦你们尽快到我这儿来，我这有点情况，要尽快。不知道他身上带了什么危险品。什么情况？你在给谁打电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来找你谈判的。我，唐主任，哪有情况？你们来的挺快的，不到一分钟。这位就是那个情况，问他仔细一点，不知道他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没有。好，放心，主任。我不是唐佳宇，你跟他们说清楚，唐佳宇。你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如果你愿意多花点时间在家里面，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，我根本就不会出轨。赵建安，现在都是我的责任是吗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结婚以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我的工作永远排到第一位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在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责任。如果你在乎，如果你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如果你真的在乎，说吧，把你对我的不满都说出来。我知道你已经憋了很久，我知道你把工作排在第一位，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如果你在乎我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所以你就跟他同居三个月。保安不让我进诊室，我只能在这儿。你就这么怕我，连我想跟你说句话你都要叫保安？他说只有一次，那都是骗你的。我们住在一起三个月，他每天都很快乐，只有我能让他快乐。唐佳宇，他都说过你什么，你想知道吗？他说你简直是个 ice cream， 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他还说你自私，只顾着自己的工作，从来不替他考虑。他还说他很孤单，遇到你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。你不要以为我是怕你，我是懒得理你。于小姐，你跟赵继安的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请你不要影响我工作，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，不要再跟着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他，为什么还要捆着他？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
张超，张超，把门打开。吵什么吵啊？电话里不都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什么了？你前天说要涨房租，要半年付。好，我答应你了呀。你干嘛把我东西扔出来，把我书扔地上啊？是，你是同意了。你室友都已经交钱了，你呢？你的钱呢？啊？我把这房子挂外面，结果秒没，人家出那钱比你还高。那我把你东西给搬出来呀、啊？我是怕你不搬。你别欺人太甚了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？我这房子是在你们公司租的，对吧？啊，是签了一年合同吧？啊，他把我那间房子租给别人了，把我东西扔一地。张先生，江医生一共住了半年，咱们可是签了一年的合同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只要他跟那个新人出的钱一样啊，我再把东西给他搬回去呗。关键是你出吗？凭什么出啊？你这是不讲信用啊！出不起就走人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！别耽误一会儿有人来看房啊！赶紧走！你要听我说，哎哎！江医生，江医生，江医生，算了算了，你凭什么耽误我说啊？绝了！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。主任，这是你门诊收的病人啊？这个病人，您不用去了，我去就可以了。啊？哎，不是你所有的病人都得我们跟你一起去吗？这个病人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哎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让你们去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刚才听一个护士说，那个病人总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的，反正都跟你有关系。我怕你到时候一个人说不清楚，反正我也没事，就跟你一块去吧，啊。云梦，你的 CT 检查结果我已经看过了，你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，确切的说应该是两种先天病，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，合并动脉导管未闭。看你的反应，你自己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用验孕棒测试怀孕，有一天我突然晕倒，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我流产了。后来又查出有心脏杂音，他们推荐我去科梅德医疗中心，我真的去了，他们说很危险，让我尽快手术，还说中心以前有一个 Dr. Tank 很厉害，可惜离职了，不然可以让他来给我做手术，不过我没有做手术，而是飞回来找你老公。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你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，千里迢迢飞过来，就是为了继续你第三者的身份？这有什么好自豪的吗？第三者，我可没那么多道德束缚。我相信真正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。我可以为赵静安付出我的生命，你能吗？你这种冷漠自私的女人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你心碎过吗？我告诉你，失去赵静安，我心都碎了，我活不下去，就像刚才心脏病发作那么疼。你是说心碎吗？我告诉你，每一天人的心脏会向全身输送6000升血，如果你能活到80岁，你的心脏会跳动25亿次，心脏是人体最坚韧，也是最强大的器官，不会那么容易心碎。你刚才胸口疼不是因为赵吉安，而是因为你心肌缺血。你的冠状动脉本应该从你的主动脉发出，但是在你出生以前它就搭错了线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当然听不懂，冠脉异常起源的患者
如果出生后不马上手术的话，90%会死于1岁以前，此前还要经历数次痛苦的心肌梗死。但是人体就是这么奇妙，你的心脏有一个致命的畸形，但是同时它又让你拥有另一个畸形，就是动脉导管没病。动脉导管只存在于胎儿期间，它的作用是让人体的动静脉血混合，一旦出生就会慢慢闭合。但是你的动脉导管不但没有闭合，反而随着你的年龄生长越发的粗壮，反向去滋养你错位的冠脉。两种机理相反的病互相抵消。于梦，你知道吗，拥有你这样一颗心脏的几率是有多小？你的心脏为了让你能活下去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可是刚才你却说你为了一个男人不想活了，你不配拥有这颗心脏。还有，赵吉安根本不爱你，他只是嘴上这么说，他是默认了。如果他跟我一起回去，他从来就没有动摇过，他压根就没有爱过你。我不相信，不可能。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这不是我编的，也不是为了气你。我是想真心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于梦，你的心脏病得很严重，需要尽快手术。我会帮你安排另外的医生。我要你给我做手术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笃定，不把我当成情敌，那你就给我做手术。我不要别的医生，我只接受你来手术。唐佳瑜，我都不怕，难道你怕了吗？哎，老钱，明儿。唐主任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们主任这回啊是碰上难缠的了。什么情况？你知道吗？这女孩一定让唐主任给她做手术，可不，我也不知道这女孩是诚心要作死呢，还是套路太深，我看不出来。反正主任这回啊，心情是糟透了。喂，佳宇。于梦突发心脏病，现在在心脏中心住院。于梦在心脏中心。对，你快点来解决这件事情，让他马上转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欧阳振宇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协议上说好的，你来了是帮我整理资料，你怎么躲在这儿偷懒啊？来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就是那台不小心被饲养员关停的机器。样机上记录的停机时间比饲养员记录的关机时间要早了3分钟，那有没有可能啊，是样机出了问题，先停转的，然后导致实验动物的状况不好，饲养员才去调大了流量，不小心关机的呢？不可能，这么重大的故障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设计的机器上？啊？那能不能取那个样机来测试一下，做一下进一步的分析。你干什么？你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吗？是不是没有问题？你要臆想出一些问题啊？我没有想臆想，现在马上就要送去质检了，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
我拿我的脑袋跟你担保，让你整理资料，你就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这些事情不要去想，好吗？这是担保就可以避免的事情吗？王公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你就是傲慢无比，只能听进去好话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你走，你现在就走，不用你帮忙了啊！你赶紧走，我自己能弄，快走。走就走，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？让开。韩主任，衣服都难吃啊。下了手术，又去你们科做了术前访视。我看见你，大钟叔和我说，那个女孩是，好像她跟其他护士也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，这次又全员皆知了。医院的好处啊，就是事儿多，即使有天大的事儿，明天呢也都能给你盖过去，别人不会记得。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虽然不在乎，也不希望所有人知道我的隐私吧。那抱歉，我不应该问你。秦大中有真实的话，什么都跟你说。那就别做这台手术。不要难为你自己，别做这台手术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病。你不知道的多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是来劝你转院的，去别的医院治吧。我会全程陪着你。等你康复了，我送你去机场。赵教授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你以前说过，你老婆从来都是选手术，根本就没有选过你。这次我就是要向你证明，他仍然不会选你。不管他选不选我，我选的是他呀。他不同意转院，但你可以不接。当然，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做什么，但我请你不要做这台手术。我们已经努力这么久了，只要不放弃，一定还有希望。你不要做这台手术好吗？主任，主任，说吧。那个吴主任让你过去帮忙，说九号手术间的人出血止不住了。知道了，马上过。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，晚一点我会给你答案。主任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，小百列？朱元义的意思你不明白吗？是住在医院，你请假一个小时走了一天啊。我错了，主任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回了。下不为例，快点走，吴主任的病人出事儿。刚下手术。对，吴主任一个病人要帮忙，进来吧。
王工，所有的送检资料，电子版和纸板，幸亏有欧阳处长帮忙做的那个表格，整理起来容易多了。这都是你们的功劳，不要把功劳都归功到他身上。我去把这个给唐主任。我是来劝你，别做那台手术。果然你也知道，安和医院无秘密真是名不虚传。可是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我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谢谢。这件事情我希望自己认真想清楚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帮王海明的忙帮的怎么样？还和以往的合作一样，谈崩了。不过我本来就是想让他删掉我妈的微信，只要他不来吃饭，我就可以跟我妈说他主动提出的分手，这样我也轻松了。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。您好，请问您几位？啊，两位。嗯，三位。哦，等一下，人到齐了再点菜。啊，那您先看一下菜单，有需要您再叫我。三位。嗯。妈，你不会认为小王还会来吧？那个，他已经把你的微信删掉了呀。我真的跟他分手了。他一定会来。小王来了，小王，哎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珍珍说你不会来了。哎呦，你不晓得我刚刚差点把实话讲出来了。什么实话？现在告诉你吧，小王今天下午给我发信息解释了，说是不小心把我删掉的。所以晚上请客吃饭道歉。哎呀，珍珍啊，人家小王可是真心要跟你处朋友的，你一定要珍惜这样有志青年哦，不要使小性子了，懂了啦？对。服务员，打扰一下，先生你好。谢谢。说说反尔啊。是你毁约在先，而且你在唐主任面前说那么多坏话，你以为我会忍气吞声吗？那是因为你妄自尊大。你狗眼看人低。你才是狗。你是狗。你是狗。你是狗。哎，你是狗。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呀？妈妈，嗯，我是说多点点菜，管够。哎，对。不好点那么多菜的，节约是美德。对的呀，小王讲的对的。懂得节约的人就是好好过日子的人呀，珍珍啊，哎呦，小王啊，嗯，这样咱们一起点啊，阿姨告诉你哪些上海菜最好吃。我不喜欢吃上海菜。好的呀。进。主任，这手术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再说吧。是不，我怕你。不用安慰。那我下班了。嗯。
如果你在乎我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所以你就跟他同居三个月。出轨？小点声！不是，这赵金阳也太不地道了吧！怪不得主任这几天都睡值班室。你跟他们三个说，别当着主任提着这事儿。好，我上去帮他们说。主任，哎，主任，哎，早。早点吃了吗？不吃了，我定了今天的手术室。一会儿你把手术同意书拿给病人签字。嗯，病人。十五床的余梦。啊，对，啊，余梦。要不然这台手术你别管了，我来主刀吧。不用了，这台手术我来主刀。好。不是，主任真要给小三做手术啊？就算这个病例罕见，主任也不能为了一台手术就……这可能是主任唯一一次不是为了做手术而做手术，明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脑子真让福尔马林给泡了。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，叶主任，可以给他打麻药了。嗯。手术很成功，术后应该可以恢复心脏所有的基本功能。你一直都是那么优秀，那我们结束了。我会通知我的律师，通知你的律师。其余的事情交给他们私下去处理。嗯，对不起。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。
他没事吧？没事。嗯。你醒了。你手术做得不错，放心啊。哎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赵教授呢，让我给你捎几句话。他说会给你请一个护工，然后在你出院之前呢，就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工钱不用你付啊。他还说给你订张机票，可他没说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啊。然后他就不见你了，说让你多保重。哎，其实姑娘你还年轻，你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你没必要钻这个牛角尖儿，是不是？为了些个恩恩爱爱，动不动就要伤害自己的性命，你这不值当啊。哎，不，这话是我说的啊。叶医生，你这是？啊，我要离开了。再见。你上吧。